郭子英画了很多的花，这是其中的一幅紫罗兰。做的过程中，郭子英听得全神贯注。郭子英非常喜欢画花，至今他已经在工作室画了将近100幅以花为主题的作品。每一张画他都非常专注，通常一坐就是6-7个小时。从小患有唐氏综合症的郭子英，平时被心脏病、眼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折磨着，但在郭子英的画中，我们却看不到一丝消极感，看到的全都是色彩、光明和美好。看过这个，第一集看过。哦，很好，就是弹的这种感觉啊，很浪漫。